你从夏天出发，我从冬天回吧。就让我们在秋天相遇。是谁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的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有什么目的。你该不会都不想让我走了吧？你会伤心，会难过，生气了还会发脾气。你该不会是外星人吧？那你要见识一下外星人的力量吗？冲啊！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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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我离不开他，哎，离开他我就不存在了。虽然说现在发生的一切无法解释，但你现在的行为真的特别像是在碰瓷。雷出下，我会想办法解决你这个麻烦。等哪天觉得寂寞了，可别怀念我。就怕你需要我。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？一直都是。你要不亲我一下吧？这样不好啊！我初夏，往后的每一个满月，我们都要一起度过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